那首先呢，那我就来扮演 Bella 的角色，然后呢，你们两个，你就扮演 Edward，然后你来扮演 Jacob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一就下，是 Edward 对吧？对，我看了这部现电影。在屏幕上的这一位 OK。新郎就是 Edward，然后待会儿 Jacob 会出现。老婆，我今天衣服忘记洗了。真的吗？那是谁呀？他洗衣服的人呢？原来是他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哇，现在衣服可以穿得洗了。几天不见，你又瘦了。我来帮你们洗衣服了。我教他洗的多了吗？是吗？原来你洗那么多衣服，原来你瘦了。啊，那好，我去洗碗去了。你的衣服好像不需要洗。是吗？我也觉得我的衣服很干净。我的衣服真的太漂亮了。算了，还是洗一下吧。真的吗？但是我有点舍不得钱，你的价格太贵了。老婆，过来帮我洗碗了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